声震撼宁静的夜晚，悠然的古筝声在殿内回荡。朝着黄澄澄的光源看去，只见霸台师傅正准备料理今天的菜肴握寿司。杏鲍菇、秋葵、草莓，所有食材排一列，就不见活跳跳的生猛海鲜。原来啊，这是一间素食日本料理专卖店，主打低卡无肉的健康饮食，像是蒟蒻做成的鲑鱼卵，晶莹剔透的咖啡色泽和真的鲑鱼卵还有点相似呢。另外，上头有着焦黄格纹的鳗鱼握寿司，原来是杏鲍菇。师傅没有讲的话，一般人应该吃不出来那是素的东西啊，吃起来就很像鳗鱼那种口感啊，非常好吃啊。一般在日本料理店也吃不到这种东西啊。一定不能错过的精致美味，还有这一道山药丝绢佐水果醋，由苹果泥和胡萝卜调成的果醋，散发着水果的清香。另外加入美味的关键山药，只见师傅利落地将雪白的山药切丝，滑顺绵密的山药还会牵丝呢。吃起来感觉就是很清淡，然后口感很好，然后很滑顺这样子。我喜欢来这边就是说喜欢跟师傅聊天啊，然后他会介绍说那个酱汁怎么去制作的这样子。想要知道哪里还有好吃的低卡料理吗？